单直至2008年水稻种植机械化水平也只有10.7%左右。水稻机械插秧与传统的手工种植方式相比，可以有效增强农时，抵御自然灾害的影响，提高生产效率，节约生产成本，大幅度降低劳动强度。机械插秧平均每亩可增产 5% 以上，且产量稳定。二随特型水稻盘育苗插秧机是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系列插秧机，已经使用多年，受到广大水田地区的欢迎和喜爱，因而更具有推广的普遍性和实际意义。这种插秧机采用独轮式行走，分直式插秧机构，主要有两种机型 XL 二随特钢六型，行距是300毫米，一次可插六行 XL 二随特钢八型，行距为238毫米。这两种机型可根据各地区的不同的农业要求进行选择。插秧机的动力采用 170F 风冷柴油机，功率为 2.94 千瓦，转速为每分钟2600转，插秧频率为每分钟220次。插秧机